像是一只乌龟啊。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小土豆。你好啊，小土豆。知道吗？小土豆已经睡了一整个冬天了。哦，它为什么要背一个壳在背上呢？这个壳就是它的家，当它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。你们想要摸摸它吗？是的，我想。不要害怕哦，小土豆。那么它现在几岁了呢？小土豆已经有31岁了。那它和我妈妈一样大。其实呢，乌龟可以活大概100年的时间。那就和我爷爷一样老了。为什么它走路那么慢？因为它的背上背着它的房子呀。仓鼠兽医，我觉得小土豆好像要逃跑。它不会走远的，因为它走得非常的慢。我还有一些别的宠物要给你们看哦。恐龙。哦，乔治，不管什么东西你总是说恐龙恐龙。哦，还真的是一只恐龙呢。哇，它并不是一只恐龙，它的名字叫露露，是只蜥蜴。你好啊，露露。它有鳞片，就像龙一样。那么它能够喷火吗？不能，但是呢，它有一条长长的舌头。哇哦！那么它也会像小土豆那样睡一个冬天吗？不会。哦，小土豆去哪儿了？小土豆！哦，糟糕，乌龟小土豆已经逃走了。别担心，仓鼠兽医，我们会找到它的。它会在音乐室里吗？小土豆不在音乐室里。它会在玩具屋里吗？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。它会不会躲在外套的后面？小土豆也没有躲在外套的后面。我们差不多该降落了吧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紧急呼叫救援直升机！好，马上就到。你们真幸运，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。公牛先生正在挖路。哦，你们好啊，兔小姐。我们有根很大的金属管需要你帮忙提起来。好的，公牛先生。你要怎么把那根大管子提起来？用我的大磁铁。太棒了。那你要怎么处理这根管子呢？这个我也不太确定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放在这儿吧，这样别人就会很轻松地找到它了。现在我可以送你们回家了。那么爸爸怎么办呢？你好哦，猪爸爸。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回家吗？兔小姐会顺路送我们回家的。好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一会儿往上飞，一会儿往下，还绕着圈飞呢。太遗憾了，我竟然都错过了。一会儿家里见。谁把这根管子放在这儿的？我知道了，我可以绕路走。这路上到处是泥。加油啊，开过去！猪爸爸，我还要回家呢。猪爸爸被困住了。我可以叫狗爷爷，让他用拖车来救我。你好，这里是修车厂。我被困在泥里了，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一下？对不起，猪爸爸，我在搬一根巨大的金属管子，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路中间了。我帮你转给下一个负责救援的人吧。你好，这里是消防队。我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哦，糟糕，猪妈妈从梯子上摔进了黑莓灌木丛里。你可以出来吗？不行，我被困住了。你被困在了荆棘丛里，就好像是睡美人那样。什么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公主，我们称她为睡美人。有一天，她在一片荆棘丛里睡着了，她就这样整整睡了100年。很好，这个故事真有趣，佩奇。小羊苏西过来了。你好啊，佩奇。你好啊，苏西。我的妈妈现在在黑莓灌木丛里呢。
而且他要在那里待上100年，就像是睡美人那样。然后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他，王子会给他一个吻。哇，我的妈妈正在进行一场大冒险，真希望我的妈妈也能有一次这样的冒险。啊，有谁能想个办法把我从这里救出去？别担心，妈妈，在100年之后，就会有一位英俊的王子来救你啦。我就是那位英俊的王子，祝爷爷把你的修枝剪借我用一下好吗？没问题，当然可以，勇敢的猪爸爸骑士。大家都往后退，接招吧，你这片带刺的灌木丛。太棒了！哦，亲爱的王子，亲爱的公主。可你应该要在荆棘丛里待上100年才对呀。我刚才已经待得够久了，谢谢。妈妈现在变成了一棵黑莓树。我还以为只有我会碰上这样的事呢。站好别动，我们来摘你的黑莓了。快把这些摘好的水果带回去给猪奶奶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妈妈刚刚进行了一次冒险，然后妈妈摔进了灌木丛里。圣诞老人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，他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，他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。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。哦吼吼，小朋友们你们好啊。你好啊，圣诞老人。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？是的。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？是的。那你的呢？那当然了，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。我想要一个足球，谢谢。我想要一架木琴，校园片游戏，一套变魔术的装备，谢谢。一辆赛车，我要弹力靴，蹦蹦。我想要火车，谢谢。一列玩具火车，不是玩具火车，我要真的火车，那种我可以开的，可以有真的乘客的火车。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。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？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小猪佩奇，我们以前见过的。哦，是啊，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，佩奇。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娃娃，能走路，能说话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够闭上眼睛，拜托了。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。非常的好。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是的。你多大年纪了呀？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。我就说吧。再见了，圣诞老人。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馅派，还有喝一杯饮料，我知道的。还要留一根胡萝卜给你的驯鹿。佩奇和他的家人离开圣诞集市，开车回家去了。小宝宝，来吃一口吧。他总是把他的头转过去。想喂亚历山大吃饭还是挺难的。你看我做，快看这里，飞机飞来喽。亚历山大喜欢这样，他喜欢别人把食物假装成飞机。你来试试看吧，佩奇。看这里，飞机飞来了。张开嘴巴，让飞机飞进去。太棒了！刚才那个就是飞机。你能说飞机这个词吗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他还不会说话。他到现在还没有说出他的第一个词呢。佩奇，你还记得你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吗？不记得了。你说的是妈妈。我以为佩奇的第一个词是爸爸呀。不是，是妈妈。那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？恐龙。乔治会说的第一个词是恐龙。有人的午餐看上去不错啊。是的，我觉得他该洗澡了。小宝宝亚历山大要洗澡了。这个就是恐龙先生，你能说恐龙这个词吗？能。
佩奇，他还不会说话，但是总有一天他会说话的呀，然后就能知道他想干什么了。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呢，亚历山大？我觉得亚历山大是想出去逛一下。他还不会走呢，但是他可以坐着婴儿车出去。这婴儿车看上去真不错。当然，五档调速、挡泥板，还有防抱死制动系统。我完全听不懂，你们说的话实在太深奥了。亚历山大很喜欢听你说话，佩奇。哦，这个叫做低音鼓。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但它是这样发声音的。坎迪这个乐器叫做呱呱，它是来自非常非常遥远的南美洲。哇哦，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呢？这个是我假期的时候去买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叫做沙锤，这是我在西班牙度完假之后带回来的。这是一个三角形，我爸爸是十个十个一盒这样卖出去的。谢谢你，弗雷迪，我已经了解了。你不需要去度假就可以买到它们。谢谢你。这是什么？你拿的，我们叫它响板。我爸爸也卖这个的，五个五个一盒卖。谢谢你，弗雷迪。哦嘞，像这样就是响板演奏的方式了。给你吧，艾米丽。那我是不是还要跳舞呢？不用，响板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啊，我看到瑞贝卡手里拿的是钵。是的。现在你们知道各自乐器的声音了，你们就可以一起演奏了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停停停，你们演奏的不是音乐，听上去都是噪音，谁都可以梆梆梆的敲。如果想演奏音乐，你就要听听旁边的声音，然后再保持同一节奏。可是羚羊夫人，我没办法一边听一边演奏乐器。你会拍手吗？会啊。如果你会拍手，就能发出音乐声。所有女孩跟着我来做，男孩们一起来。羚羊夫人把拍手声变成了音乐，然后停。你们好啊。嘘。苏西和佩奇参加了一个秘密俱乐部。我们能参加你的秘密俱乐部吗？想要加入的话可能有点难度，你一定要说出正确的暗号才能加入。沙拉拉马库奇，沙拉拉马库奇，这不是我刚才说的暗号，暗号需要一直更换，这样才能保持神秘呀。哦，那我们进了秘密俱乐部了吗？你们进来了。那我们要做点什么呢？我们秘密地做一些秘密的事情，还要秘密地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。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。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执行秘密任务？没错，教我们吧。佩奇可以教你们，但是戴着面具的人可是你呀，苏西。好的，那么我的秘密任务就是去拿一些饼干，大家看好啦。小羊苏西尽量不让别人看到他。妈妈，我可以拿点饼干给我的朋友们吃吗？当然可以，你都拿去吧。谢谢你，妈妈。小羊苏西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饼干。太棒了！嘘，太棒了！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？没有，只有一个大人吧。大家注意，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？你说什么饼干啊？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？哦，苏西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执行秘密任务，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。哦，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？拜托了，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。想要加入的话可不容易哦。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才能够加入。暗号是什么？皮肯尼嘟怒嘟。皮肯尼嘟怒嘟。
的船这是怎么回事呀、啊，猪爷爷？有个人开它的时候撞到了一根柱子，狠狠地撞了一下，然后撞出了个大洞，在那儿。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船呢、啊，可不能让别人偷走的。是的，你能修好它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要先来量量这个洞有多大。兔爷爷在用尺量猪爷爷船上破洞的大小。现在我要找些东西把这个洞补起来。你居然知道怎么修船，真是厉害。嘿嘿，多年的经验积累让我知道怎么修好船。那么你修船已经修了多少年啦？很多年。兔爷爷收集了很多破铜烂铁，他用这些来修船。看这些，他们可是我的金矿。这明明就是一堆垃圾嘛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啊。比如说的。比如潜水艇。哇哦。兔爷爷用这些破铜烂铁做了一艘潜水艇。它真的能够使用吗？你们瞧这个。它的蓄水舱开始进水，所以潜水艇很快就沉了下去。但是再上来就没那么快了。你们瞧啊，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。可是这不是洗衣机吗？就是这个东西，它能够修好猪爷爷那艘船。难道你要用这个洗衣机上的铁皮来修我的船吗？是的。瞧啊，就和新的一样了。太棒了！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准备好要出海了。遵命。太神奇了，飘起来了。你好像很惊讶嘛。是啊，一般情况下第一次会沉下去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坐着这艘船出游了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，佩奇。这就是生活，坐着船出游，享受着大海还有天空。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。妈妈，爷爷帮我们把布谷鸟钟修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旧电脑。我可不会修这个东西。它没有坏，我有一台新电脑了。我想你会要旧的这台。我不确定，我是不是需要电脑啊？哦，一台电脑，它能干什么呀？你可以用它打出字母。看着，奶奶。A B C D， 还有数字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担心我们会按错按钮，然后就把它弄坏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是弄不坏的。只要你们不要喂它牛奶，或者是饼干。或者是果冻。最棒的一点是可以用它玩快乐小鸡的游戏。当你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下一个蛋。我很擅长玩这个游戏，但是乔治玩的最好。看起来很有趣。也许我们应该留下这台电脑，你说对不对，猪奶奶？再见。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电脑呢，猪奶奶？是的，我们去打几个数字还有字母吧。佩奇和他的家人在吃午餐。我把旧电脑送给猪爷爷和猪奶奶了。这是好事，我想知道他们用的怎么样了。你好，我是小猪佩奇。佩奇，我打来是想问一个和电脑有关的问题。是爷爷，他把那台电脑弄坏了。你好，佩德罗。你为什么没在睡觉？你看起来不太像生病。我的腿骨折了，然后医生就帮我打了个石膏。哇哦！石膏能帮助佩德罗的腿恢复得更快。我摔破了我的膝盖，我这里还贴了张创可贴呢。哇哦，你们想要画画吗？可以画在我的石膏上。是的，我想。孩子们都想在佩德罗的石膏上面画画。我正在画一个足球。我要画一些花朵。我要画土豆先生。我画胡萝卜。我要在上面画一个泥坑。哇，谢谢你们大家。
你也可以在我的创可贴上画画。好的，我来画一朵小花。谢谢你，佩德罗。佩德罗，住在医院里是什么感觉呢？感觉好极了。这里的护士怎么样？他们还送给我贴纸呢。哇哦！他们会马上来，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行了。是谁呀？在按铃？可能是佩德罗吧。你怎么了，佩德罗？我们都非常的忙。我就是感觉有点痒。就算你的腿非常的痒，我们也不能在你的腿康复之前把你的石膏取下来啊。其实不是我的腿感觉有点痒，而是我的耳朵痒。这样好些了吗？是的，谢谢你。嘿嘿，午餐时间到，你今天想吃些什么，佩德罗？我想吃意大利面，还有海绵布丁。谢谢。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？是的。嘿嘿嘿。看起来很美味啊。棕熊医生过来看看佩德罗的情况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，佩德罗？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，就是这儿。我看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嘿嘿。我有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想听的话。不用了。想听，想听。那好吧，这里有大海，还有天空，然后我还在学班卓琴。你们想听一首歌吗？不用了。想听，想听。我今早起来，海洋还在哪里？天空也没有走远。大海啊，天空啊，大海啊，给你块奶酪。哦，我非常想念奶酪。还有一本新书，这书叫《如何管理灯塔》，这书应该对我很有帮助。为什么你的房子要叫做灯塔呢？我来带你看看，佩奇。上灯塔的楼梯是螺旋形的，一直通到了灯塔的顶端。这样啊，这样啊，这样啊。之所以叫它灯塔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大的灯在最顶层。哇！它在黑暗中照亮海面，帮助海员们找到回家的方向。哇！在雾天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雾角，到雾。声音好大呀！不过今天没有雾，只有海洋和天空。我给你们讲的故事就是……不用了，我们得走了。我们要开始驶向海盗岛了。再见了，兔爷爷。好好享受天空和海洋吧。好的。狗爷爷的船终于到达了海盗岛。看，我们用沙子堆的城堡还在这儿呢。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吧。好的。一二。在海盗岛上没有那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准备好了吧？我要来找了。找到你们了。现在就剩乔治了。狗爷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乔治。我放弃了，他在哪里？乔治一直就藏在狗爷爷的后面。就是我来问问题，然后你来回答。这居然也是一个游戏吗？你绝对不能说是或不是。这太简单了。那么现在你们要玩吗？是的。你刚刚说了是。这不公平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贝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是的。啊哈，我又赢了。佩奇非常擅长玩是或不是的游戏。那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不会介意我问你什么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会介意的。你觉得我能让你说出是或不是吗？我想你应该不能。哦，我放弃了。为什么赢的人总是你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不去说是或不是。哈，我赢了。你刚才说是和不是了。这个真好玩。我们来玩个别的游戏吧。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叫沙丁鱼吗？那是什么游戏？一个人躲起来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去找他。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是捉迷藏，但是当你找到它时，你要悄悄的，然后也躲到那个地方去，直到所有人都躲到那里，就好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。那好吧，我们就来试一下。乔治，那么你先去躲起来吧。一、二、三。乔治需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。九、
十，躲好了吗？我们来找你喽。乔治，我看到你左摇右摆的尾巴了。佩奇和乔治一起躲了起来。过去一点，乔治。我找到你们了。现在克洛伊必须要跟佩奇和乔治挤在一起。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呀。现在小熊贝琳达也挤到里面去了。让让我。我们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。这个看起来好像非常容易呀。你想来试一下吗？是的，我想试试。粘土摸上去黏糊糊的。啊，全部都弄脏了，怎么办？在陶艺转盘上做一个茶杯一点也不容易。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做茶杯，首先我们要把粘土搓成长条形状的，就像这样，像一条扭来扭去的虫子。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，我是扭来扭去的小虫子，我是粘土做的，我今天要做什么？一条扭来扭去的小虫子。接下来我们把粘土像这样叠起来，可是这样不就不平整了吗？接着我用手把它的表面抹平，然后再加上个手把。这是一个茶杯。现在我们有两个茶杯了。没错，可一套茶具光有两个茶杯可不够。我们都来做茶杯吧。好的。恐龙。乔治他自己做了一只恐龙。乔治总是这样，他就只会做恐龙。哦，真是一只可怕的恐龙。现在我们需要把茶具放到炉窑里烘干。炉窑就好像是一个烤箱，它会烘干粘土，让粘土变硬。现在茶具应该干了。太棒了！接下来我们来上色。孩子们给茶具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。现在茶具做好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茶花会了。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茶杯了。哦，我们忘记做一个茶壶了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乔治做的这个恐龙就可以用来当茶壶用啊。没错。还有漫画，一份报纸，漫画。爷爷，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呀？啊，是潜水艇，大家都做好准备。你们好啊，我的伙计们。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。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，还有这样的大海，还有天空，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。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？是的，请帮我买奶酪。奶酪。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。你们好，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。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，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。有点好笑，对吧？只是下了一点小雨，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。你们需要点什么？玻璃有购物清单。谁是聪明的鹦鹉？谁是聪明的鹦鹉？哦，糟糕，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。幸运的是，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。奶酪来。谢谢佩奇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报纸还有漫画。谢谢你佩奇。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，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。真是你们要的巧克力。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，妈妈。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，睡觉的时间到了。现在是早上。哦，洪水已经退去了，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。是泥坑。我想这个泥坑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泥坑。妈妈，你会吹口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没试过。这个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行。
我能吹。猪妈妈会吹口哨了。你会吹口哨是因为你年纪大，妈妈。谢谢你，佩奇。乔治在卧室里玩着他的玩具火箭。乔治，我在学习吹口哨。吹口哨就是要把嘴巴撅成圆形，然后吹气。别担心，乔治，这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的，这就和动耳朵是一样的。乔治可以动他的耳朵。吹口哨可比这个难。乔治也会吹口哨。哦。怎么了，佩奇？我不会吹口哨，但是其他人都会吹。不要难过，我在做饼干呢。你想要舔一下勺子吗？不了，谢谢妈妈。请问我可以给小羊苏西打个电话吗？好的，佩奇。你好啊，猪太太。你好，羊太太，请让苏西和佩奇说话。你好，苏西。你好，佩奇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学习吹口哨，但是我还没有学会呢。嗯，听上去好像很难啊。根本一点都不难。嗯，你会吹口哨吗，苏西？不会。太好了，我是说，很遗憾你不会吹口哨，但也很好，因为我也不会吹。到底什么是吹口哨啊？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，然后吹气。像这样吗？在吗？佩奇，乔治，快点醒醒！圣诞老人来过了，是泡泡气，和漫画，还有一个橘子。爸爸妈妈，今天是圣诞节了。什么？时间还很早呢，佩奇。你们去跟猪爷爷还有猪奶奶说圣诞快乐吧。慌张，都到甲板上来。今天是圣诞节了，现在才刚刚凌晨三点而已。但圣诞老人来过了，我们能看看他还在不在吗？不在，圣诞老人已经走了。瞧，胡萝卜、饮料还有肉馅派都已经吃完了，他只留了一点碎屑。是啊，圣诞老人喜欢吃美味的肉馅派。圣诞树的下面还有很多礼物呢。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，我现在能打开看一下吗？等吃完圣诞午餐之后，再把这些圣诞礼物打开吧。哦，好的。佩奇和他的家人正在吃圣诞午餐。我们来拉圣诞拉炮吧。你们看呐，这里面有一顶纸帽子，还有派对喇叭。还有一个笑话，什么东西在天空中晃荡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一架直升机呀。嗯，这个圣诞布丁真的很美味啊。是佩奇和乔治帮我一起做的。是我和乔治搅拌的。那你有没有许过愿望啊？是的，我许的是……别告诉我们。我们去把礼物打开吧。太好了。这个是要给乔治的。真的是一辆赛车啊。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呀。让我来看看吧，这块放在这里，然后这块放这里。这个我们先看看外面积了多少雪吧。哦，爸爸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这是个会走路的雪人。我现在好冷。是个会走路、会讲话的雪人。哦，原来雪人是爸爸呀！可怜的猪爸爸，让我们来帮你吧。猪妈妈、佩奇还有乔治用毛巾擦猪爸爸的身体，好让他暖和起来。现在好多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去海边了吧？可外面的雪怎么办？我觉得今天的巴士可能不会开了。兔小姐的巴士开到了佩奇家门口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雪，你是怎么开过来的？因为我有一个大雪铲啊。雪铲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。嗨，大家好啊。你好啊，佩奇。
佩奇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。下一站，海边，太棒了！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往路上撒沙石，防止车子打滑。你好，公牛先生。哦，你好，兔小姐。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去海边的路都已经畅通无阻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正要去海边呢。你想不想一起来？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兔小姐。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。再见，公牛先生。再见，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得愉快。We will go on a seaside holiday, try and cross and swim around the sunny skies. We will go on a seaside holiday, sea and sand and ice cream too. 我们到了。这就是海边，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。哦，海水看起来很冷，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。你还是可以游泳的。小羊苏西穿上了他的护士制服。不要担心，我只是假扮的护士而已。请把舌头伸出来，然后说啊啊。这里是小兔瑞贝卡的家，请问你是哪一位呀？我是兔妈妈，家里一切都还好吗？是的。好的，因为这份工作我得做一天了。那么兔小姐的其他工作要怎么办呢？我太久了，太久了。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会去买冰淇淋呢？哦，佩奇，我本来要去健身房的。突然觉得买个冰淇淋也很不错。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，今天需要你来替她买冰淇淋了。我可是很擅长买冰淇淋的。能给我来一个樱桃味的冰淇淋吗？这个是草莓，这个是香草，这个是巧克力，这个是香蕉。请帮我在上面加上开心果和草莓。啊，草莓在这儿。哦，怎么都化了呢？要不然给你来个冰淇淋汤怎么样啊？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。兔小姐她现在生病了，你今天能不能替她去开公交车呢？当然可以，佩奇。所有人上车。羊妈妈的车出现了问题。这里是狗爷爷的维修服务电话。麻烦你来帮帮我吧。我马上就到你那儿。为此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歉意，很抱歉给你们的出行带来了影响，请你们原谅。开公交车还是挺难的，卖冰淇淋也挺难的。你今天真漂亮啊。谢谢你，苏西，这条是我的新裙子。奇怪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，佩奇？就是啊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，佩奇？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。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？苏西说我是个话匣子，他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。你现在就不怎么安静啊，佩奇，不是吗？够了，我再也不会说话了，永远都不会了，就从现在开始。你们大家好啊。你好，丹尼。你好，丹尼。佩奇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再也不说话了。哦，谁想要吃葡萄？我想要吃。我也想吃。你不可以点头的，这算是作弊了。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。你们大家好啊。你好，佩德罗。佩奇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永远都不再说话了，永远都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话实在是太多了。胡说，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。那么你呢？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。哦，看看我，我是小羊苏西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吧？而且你还会这么说，米奇马七步八步。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。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，苏西。苏西，你其实也和我一样吵。我可以很安静的。这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啊，佩奇。好啊，
那么你来试试看吧。那我们都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去做给我妈妈看。妈妈，我们要一起保持安静。是非常的安静，甚至安静到可以听到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，像老鼠一样安静。可你们一点都不安静，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很吵啊。啊，但这是在晚上，而且还有风。什么呀？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，我在进行一项冒险活动。好了吗？可是现在没有风啊，也不是晚上啊。你们需要想象一下。大家都安全地走过了想象出来的小河。干得好，我的小探险家们！接下来要做什么呀，兔爷爷？你们的下一个探险项目就是荡过这个沼泽，这里面到处是鳄鱼哦。啊！不过我一条鳄鱼都没有看到啊。你需要想象一下呀。要让这些鳄鱼知道谁是最厉害的。快走开，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鳄鱼！没错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么你有没有荡过满是鳄鱼的沼泽呢？哦，这还用说吗？那么你害怕吗？应该这么说，他们更怕我才对。哇哦！哦哦哦，好了吗？别忘了学我的叫声哦。啊！大家都安全地荡过了想象出来的鳄鱼沼泽。干得漂亮！我们接下来的冒险是什么呢？这个叫跳马，有经验的运动员能跳过去，就像这样。哦！但你们可以想象，这是一头恐龙，你们要从它的腿下钻过去。那么你有没有从恐龙的腿下钻过去过呢，兔爷爷？哦，当然，有一次我走在丛林里面，然后我一不小心就进入了迷失的恐龙世界。你们太棒了！当然，他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我的彩蛋，我把它们藏得非常好。这里有个彩蛋。佩奇在一个花盆里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。这里也有一个彩蛋。小兔瑞贝卡在灌木丛下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。找到一个。大象艾米丽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。我好像闻到了一点巧克力的味道。狐狸弗雷迪有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鼻子。找到了。狐狸弗雷迪在一个水盆中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们找到了巧克力彩蛋。这真的太有意思了，不过就是有点太简单了。对小孩子来说，这可不简单呢。乔治、理查德和埃德蒙一个彩蛋也没找到。你们想知道其他的彩蛋在哪儿吗？巧克力彩蛋。啊，埃德蒙，我觉得你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哦。每个人都找到了巧克力彩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，猪爷爷？当然是把彩蛋吃掉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好啊！奶奶，奶奶，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巧克力彩蛋。彩蛋在哪儿啊？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？他们在我们的肚子里了，还有你们的嘴上。爷爷是不是把彩蛋藏得很好？不是，大孩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。不过小孩子们还需要一点帮助。乔治、理查德和埃德蒙，他们不喜欢当最小的孩子。这个可以吗？哇哦，谢谢你爸爸，是个金奖杯。没错，这是金色塑料的。哦，冠军的奖杯来了，它是由金色的塑料做成的。哇！你爸爸的获
车里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啊。没错，我们比赛谁先骑到佩奇家。比赛现在开始。按下这个按钮，然后它就消失了。如果你们按下这个按钮，就可以播放唱片了。小朋友们一起到达了终点，所有的人都是冠军。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奖杯，怎么办？我货车里的冠军奖杯够颁给所有人。太棒了！狐狸先生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货车里面没有的呢？你说呢？你的货车里有班卓琴吗？四弦还是五弦？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树，对不对？苹果树、梨树。我敢打赌，你的货车里肯定没有火箭。五个一盒的。那么你有小鸡吗？一只小鸡。狐狸先生的货车真是太神奇了，这是一辆超级货车。是的，没错。走吧，弗雷迪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大家再见了。再见。请问一下，你有充气城堡吗？有。那么有没有花盆呢？有，我有所有东西。哦，我的车没有油了。狐狸先生的货车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但就是没有汽油。这么看来，我得去一趟加油站了。我可以拖你过去，但是我没有拖车绳。啊！我需要睡觉，然后做梦梦到泥坑。今天是跳泥坑大赛的日子，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。真是糟糕，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。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，让他在花园里穿。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园艺用的靴子了。你还有别的靴子？可他们是不一样的呀。你好啊，猪爷爷，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？是的。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，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？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。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。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。没问题，我们就在那儿见面吧。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。欢迎你们的朋友，我土豆先生吧。好耶！祝你好运，猪爸爸。哦，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？他们在这儿。谢谢你，猪爷爷。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儿。好，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泥坑吧。猪爸爸正在思考。各就位，预备，跳！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，我一定要成为泥坑。哇！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。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。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，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。这是新的世界纪录。太棒了。我的爸爸是冠军。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要跳舞，音乐停下的时候就要像雕像一样不能动。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跳舞呀。这个小家伙还在眨眼睛，你出局了。嘿，眼睛耳朵和乔治，你刚刚动了，你也出局了。理查德和埃德蒙都出局，所以最后是莎莎赢了。太好了，你赢了一块奖牌，它可是用真的金色塑料做成的。妈妈，音乐雕像的游戏结束了。非常好，现在来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吧。好的。当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个包裹传给别人。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拆掉一层纸。准备好，
预备，开始。你怎么了，乔治？快把包裹传出去。埃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。你快点，理查德，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。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。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。快把包裹传出去。哦，糟糕，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。不行，乔治，这块奖牌是莎莎的才对。佩奇一个人都没找到。嗯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狐狸弗雷迪也来玩了。你好，弗雷迪。你好，佩奇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正在玩捉迷藏，可是我一个人也没找到。你需要我帮你一起找吗？你可以试一下，但你可能也找不到的。那你就等着瞧吧。找到你们了。哦，你好，弗雷迪。哈哈，你们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。哦，弗雷迪把大家都找出来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很擅长闻气味啊。闻气味和捉迷藏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闻出你们的气味就能找到你们了，很简单。我身上不臭啊，我昨天晚上明明洗过澡的。我知道啊，你身上的确很香。哦，我就算闭上我的眼睛也能准确找到你们。快试试看，闭上你的眼睛，把苏西找出来吧。太简单了，快点藏起来，苏西。一、二、三。苏西在找可以让她躲藏的地方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藏好了吗？我要来找你啦。这次弗雷迪闭上眼睛在找苏西，他闻着小羊苏西走过的路，树的附近，灌木丛后面，然后再回到山坡。找到你啦。哦，这多亏了我灵敏的鼻子。这可是个超级鼻子。是的，你说的没错。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有气味吗？哦，是的，每件东西的气味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我的气味是什么样的？你闻起来有股花朵和惠灵顿雨靴的气味。爸爸，你们大家好啊。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没错，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。爸爸，你看我们正在折纸飞机呢。我们坐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。哇哦，真是太棒了。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来帮助他起飞。准备好，预备，飞吧。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飞得非常高，非常远。飞机一直在飞呢。再见了，飞机。再见。好了，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。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？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。这个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？是的，这是其中一张。那么再来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呀，爸爸？没错，谢谢你，佩奇。我们为什么要来鸭子的池塘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了，鸭太太。现在我还缺最后一份文件了，是一张很大的蓝色的纸。嗯，是大大的，而且是蓝色。是不是像那个被你飞得远远的纸飞机呢，爸爸？哦，嗯。我们还对着他说再见的那个。是的，也许我应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。这里是猪爸爸的办公室。你好，猪爸爸，你找到那些文件了吗？我只找到一部分。我们最需要的是那张大的蓝色图纸。这个恐怕有点麻烦了。它被爸爸扔掉了。
它被扔掉了吗？它飞呀飞呀，飞得很远很远。哦，在这儿呢，它刚刚落到我的桌子上了。什么？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，把这张蓝色的图纸折成纸。